谁就嫁谁。现在的妇女是很幸运的，从前，可能在我的这个年龄的社会有一种，已经是既定的一个程序啊，就是你几岁应该是已经结婚了。一个意难平，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。若何超琼出生在如今的年代，一定能如愿和陈百强走进婚姻殿堂，甜蜜一辈子，修成正果了吧？何超莲应该庆幸自己生在了一个好时代。